欢迎来到 PDS Steel Shop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支 GBB， 这一支是 KDB 系统的 Mega Arms AL15。 大家看看外观方面，12寸的 Keyboard 骨， 14.5 寸的 Barrel， EPM 款的弹夹， EPG 的 Pistol Grip 和 EPS 的大尾托。另外呢，我们是有一支 10.5 寸的 CQB 版本的。有什么不同呢？9寸的 Keyboard 骨， 10.5 寸的 Barrel，咁適合一啲中意打 CQB 嘅玩家嘅。咁除此之外，我哋都仲有一支係 custom 嘅版本嘅。咁同原裝有咩唔同呢？外觀方面，我哋亦都係會用咗 EPM 嘅彈夾、EPG 嘅 pistol grip 同 EPS 嘅尾托。唔同嘅地方就係換咗 Griffin 嘅方模，我哋加咗 BCM 嘅 keyboard well cover、BAD 嘅雙邊選擇掣，同埋 Mega side lock 嘅 charging handle 嘅。內部方面，我們是換了楓葉 EVO 2的 hop 組和 6.03 的內管的，經由我們師傅調校之外，是比原裝更加準確和穩定的。現在去試槍，試試連發，比較建議大家打的時候就用一些品質比較好的 BB 彈，咁咧就冇咁容易出現碎彈或者 jam 彈嘅情況嘅。咁另外咧 ，GBB 啦，記得定期保養。咁保養方面咧，可以上嚟我哋 PDS Steel Shop 咧揀我哋 Big Free 嘅產品嘅。咁今日介紹咁多，有興趣嘅話就上嚟我哋 Steel Shop 度查詢啦。好，咁而家試下打。先。石墨絲。有。嗯，烟。